高空的资源总量已经达到了24000多，相当于6.4次全部的总量。在发布否决数字资源的同时，全国否决普查也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，完成总量已经达到了210000条，一千218家否决收成单位完成否决普查登记工作。直播中国，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农业部2月28号在北京召开的会议指出，今年中国耕地轮作加工制度试点规模在扩大，轮作面积达到66万公顷，休耕面积扩大到13万公顷，会促进耕地收入增加和农业的经济发展。今年中国开展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，其中轮作试点的重点地区在东北冷藏区、北方农牧交错区，沙巴等地区是河北、湖南等耕地受到污染地区，北方西南石化地区和西北生态严重退化的地区。